如果说没有时间跑，或者是呢这个天气不好不能出去运动的话怎么办？来看看现在啊，虚拟运动越来越红。哎，我跑跑跑向前跑。哎，各位，我现在可不是在都市里跑步，大家看，哇，我在阿尔卑斯山里面，哇，这个山好壮阔。喂，那边风景好美，那个山头我们要攻下它，现在我们加速唰。真的是累死我了，不过枯燥的跑步可以变换场景，一下在瑞士，一下在芝加哥，好清晰的画面，跑起来好爽。那爬升的镜头的话，它的这个坡度也会回馈在跑步机上面做直接的变化。好聪明的跑步机，业者大手笔请人拍摄实景，连人都会让开。除了跑步机，这运动最早虚拟化，这一套高尔夫练习机已经超级进步，可以带你到全世界160个球场，脚下的平台也会随坡度而倾斜。或者是你打到山坡上面，或者是你打到其他地方，甚至到果岭，它随着你的斜度然后去做倾斜。大家最爱的脚踏车也可以虚拟，追着世界高手骑车，感觉自己好猛。虚拟运动不受气候影响，难怪大受欢迎。东森新闻台吴佑成在台北报道。